论得分到底才是什么一般的存在，答案在球迷心中。但是今天我们回顾一下杜兰特、詹姆斯、科比、乔丹等人在职业生涯的第一场季后赛比赛分别拿下多少分。职业生涯第一场季后赛谁现场了？凯文杜兰特季后赛处子秀第一场数据砍下24分6篮板2助攻1抢断，投篮命中率为 29.2%， 其中三分球命中率为 12.5%， 而处子秀季后赛场均得到25分 7.7 篮板 2.3 助攻 0.5 抢断 1.3 盖帽，投篮命中率为 35.0%， 三分球命中率为 28.9%。 勒布朗詹姆斯季后赛处子秀第一场数据砍下32分11篮板11助攻，投篮命中率 44.4%， 三分球命中率为 25%， 而处子秀季后赛场均得到 30.8 分 81 篮板 5.8 助攻 1.4 抢断 0.7 盖帽，投篮命中率为 47.6%， 三分球命中率为 33.3%。 科比布莱恩特季后赛处子秀第一场数据贡献2分0篮板0助攻0抢断0盖帽，而处子秀季后赛场均得到 8.2 分 1.2 篮板 1.2 助攻 0.2 抢断 0.3 盖帽，投篮命中率为 38.2%， 三分球命中率为 26.1%。 史蒂芬库里季后赛处子秀第一场数据砍下19分4篮板9助攻2抢断，投篮命中率为 35.0%，三分球命中率为 40%， 而处子秀季后赛场均的到 23.4 分 ,38 篮板 ,81 助攻 ,1.7 抢断 ,0.2 盖帽，投篮命中率为 43.4%, 三分球命中率为 39.6%。 因为 NBA 球队之间的数据对比是从85到86赛季开始的，所以迈克尔乔丹的菜鸟赛季数据并没有记录下来。但是迈克尔乔丹在菜鸟赛季季后赛场均贡献 29.3 分 5.8 篮板 8.5 助攻 2.8 抢断1盖帽的数据。综合以上数据可以看出，菜鸟赛季季后赛最强之人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勒布朗詹姆斯。而以上几个人中，唯一可以跟勒布朗詹姆斯媲美的或许只有迈克尔乔丹一人了。对此你怎么看？